有个人申请入嚟太平街，而且系申请开铺。一人激起千重浪，你就系嗰个新邻居啊！冲散安居乐业呢个幻觉，点解太平街一有新邻居就会发现条尸嘅咧？你怀疑我啊？将成条街推入漩涡，条尸有一半喺太平街，另外一半喺外面。喺呢条街冇人可以俾麻烦我，但系人在江湖，我唔知点解释。自己嘅手自己报，我会翻一亿次。如果一亿次都唔得，我就翻一亿平一次。太平民生店。